然后我们要原来是平淡的想法，然后这个是和声千羽，然后第一位吉他手，我不知道他名字，哦，俊凯哦，俊凯，好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好了。好，下面是我小家成员，裴瑶、颜鲁，然后伟成，好久，伟成，多请，多请，多请。Thank you.